我们刚才有说今天什么节？等一下，有看到那个团长大人今天服装的搭配吗？圣诞老欧巴。哦，因为这个打扮是非常的潮流，是是是 是, 是，不像是圣诞老公公，红色的外套，红色的吉他，是的，圣诞老欧巴，不错、哦，你等下会弹很棒吗？超完美，韩系的感觉吗？你今天还穿红的，哦，今天不是过年，但是圣诞节。我们待会一个要求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因为大家呢都是经过了14天漫长的等待，明明没事还好像被隔离一样。不能来参加五月天演唱会。今天大家既然来到现场，把时光机调到12月25号，是不是应该来给大家一个特别版的《圣诞夜惊魂之圣诞老欧巴版》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待会就是只要那个你的手呢一没有弹，中间有那种延长音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那个右手举起来。一个手指爱心，可以吗？圣诞快乐！你的吻多么惊魂，故事就突然发生。你想着，我说怎么可能？原来世上真的有圣诞老人。Hello， 现场五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直黄雨柔。哇，今天真的好冷，对不对？今天这场演出原本是在12月25号的时候，我觉得今天更有过圣诞节的气氛。黑心的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却测不出。